期待真的吗？是啊，礼拜四的时候我会试给大家看。呵，复健时间。今天玩跑，我都在玩道具。最喜欢杨坤的哪一首歌？欸，认真讲，我以前是很喜欢听他唱歌的。他唱的怪怪的，可是就是怪的很有特色。有些歌你会觉得他唱很适合，然后有些歌你就会觉得在唱什么鬼。那现在啊，现在我进化成了坤宝 Linkin Park。以前他的空城很好听啊。这城市那么空，这回忆那么凶，这街道车水马龙。拜拜。附件中跑得有点丑，见谅见谅。海放，哎，现在已经菜到只能去韩服虐菜了，真惨，要赶快复健了。可以分享撞人的技巧吗？每次撞别人都没什么效果，对方照样顺顺跑。嗯，如果你是过弯道的话，你是侧面要撞他的话，你要抓住他，你要撞他的车尾，你不能撞他车头。撞车头通常是要压，要封路的时候才会压车头。那一种的话，就只能把人家夹进去。但如果你是要凹别人的话，你就是要找他的车尾，因为他如果在甩尾状态的话，你撞他车尾那个力道是最大的。哎，对，我想问一下，哎，你们现在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啊？我礼拜六那一天去吃那个赤鬼啊，不是赤鬼，赤虎一个烧肉店，吃完之后啊，隔天，我很少看那个谢杰莹的影片，偶尔会看，但是最近很少看。然后我的首页就刚好跳出来一部是谢杰莹去吃赤虎的影片，我瞬间毛骨悚然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有遇过这种状况吗？就是我在一个店里面，然后我也没打卡，没干嘛。啊有，我好像有打卡 IG， 然后隔天就跳出来那个店或者是相关的东西，毛骨悚然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有遇过对不对？就比方说，我跟我同学聊说，哎，要不要我们去买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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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然后我们就还在思考的时候，那一阵子的 FB 或 IG 的广告就一直跳那个。奇怪，我跟我同学聊逃出语言的时候，他都不会跳出来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自动过滤消费者。自动过滤存款。一直被推荐同城庄火锅，那个还有那个好像也是没办法。哎，对，他不是 CP， 他不会。
杀掉。英文报告，我手机是不是有开定位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有吧。I will take you there. 嘿嘿嘿，告白告白，告白告白。不过那个影片它是2月26发的，2月26发的。然后我去吃那一天是227，然后它跳出来是2月28的时候跳出来的。我感觉队友想队友坏坏啊！我没有搜寻过，我没有搜寻过。因为那一天是我们有朋友要进去了，不是被关了，是那个当兵。然后那一天我是被请的。如果我知道那一间的价位是这样，那我可能要考虑一下。很可怕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天被请的很不好意思，太贵了那个。因为那一天我没看账单，没看账单，但是那个菜单上面写的都很夸张。听说要吃饱可能要3000吧，2000-3000应该跑不掉一个人。哪里哪里我要看哪一部哪一部，我有订阅那个还敢拍片啊果冻。我现在的精神粮食就是张家夫妻划起来跟还敢拍片啊果冻。不要笑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！为什么 YT 流量会那么高？我不懂。好问题，我也没想到那么高。我最高的那一波是世界赛的时候，世界赛那一两个月啊，世界赛一个月的流量可以抵平常的三个月左右，就很夸张。所以跑跑多办几个世界赛吧。你也没订阅我 YT， 拜托订一下。我的流量，我跟你讲，我的流量我觉得应该还不错，可是不知道什么订阅数就是永远冲不起来。然后我看了一下我后台看我影片的人呢、啊，49%是订阅的，51%是没有订阅的。我头很痛，你们都不订阅，卡20万卡很久了。不过说实在话啦 ，YT 的收入是真的跟订阅数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是 YT 的订阅数还是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厂商呢，他们找 KOL 都是找订阅数高的。洋葱是911那个吗？你有买 Prime？ 我也有 Prime 啊。哎、欸，对他会自己，哎、欸，大哥，每一场都要8-1，不要再帮我做精华了，太多了。明显是个狠角色，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偷渡南台币哦。吴秋风，可是我偶尔也会看吴秋风的那个、影片。以前我是喜欢看 Minecraft， 到底是要念 Minecraft 还是 Minecraft 啊？哪个比较自然？以前我喜欢看 Minecraft， 然后就所有东西都有订，什么纸片模型啊、莫扇小强啊、红石口袋、鱼竿啊，然后小白啊、武秋风啊、阿神啊，然后阿谦啊，全部一起订起来。
可是现在在发片了，真的也没几个了。对，老皮也有。最早我会玩创世神，然后开始看创世神是因为谁，你们知道吗？那时候真的是，哎，那时候很巧。最早的时候我是看蓝色铁卷门，可是蓝色铁卷门我是纯看没玩，然后真正去玩是因为卤蛋那个时候有那个创世神的实况，然后在 YouTube 上面每一集都一两个小时，然后我都看那个。然后那时候会看换卤蛋是因为大中天那个时候很红，爸爸的出现我记得是因为他那个 Underground 系列吧，他那个 Underground 生存冒险真的好看，好喜欢看，可是后来就没什么时间看了。